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十二星座隐藏技能。我们先来看狮子座。狮子座最引以为豪的地方就是自己总能够看到事情积极美好的一面，有着强大的乐观力。虽然他们不一定是最乐观的，但是当你灰心丧气非常需要鼓舞的时候，狮子座还是会义不容辞地承担你乐观派的责任，给你信心和鼓励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永远不投降永不绝望的自信狮子座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通常是他们的座右铭。第二个呢是处女座。处女座大概最自豪的地方就是自己高超的危机公关能力了。这样的隐藏能力要说是怎么来的，可能就是被黑来的吧。在被黑的危机的时候，总是能为自己开脱或者一笑而过。要说呀，这种能力可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呢。下一个是天秤座。天秤座最自豪的地方就是自己强大的社交能力，这个可以说是公认的了。天秤座是十二星座里当之无愧的交际花，无论是找新工作，或者是组织不同的派对，或者是做中间人调停的角色，天秤都是很厉害的。他们社交的能力就像是天生而来，自然而浮出水面一样，所以在社会上常常会得到不少朋友的帮助，也是让人很羡慕的。接下来是天蝎座。天蝎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适应能力了吧，虽然看起来跟冰山一样格格不入，但其实天蝎是天生的生存者，无论多艰苦的道路都没有天蝎走不出来的。分手的天蝎座也有死都不回头的决心，勇于坚强自己的路就是最棒的选择，这种固执还真是没见过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发表评论，我们会及时的和您互动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